来，啊，慢点，慢点，慢点啊！好，来介绍一下自己。马俊祖。很好听的名字，你多大了？七岁。你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你画的呀？这上面画的是谁呢？我爸，我妈。那你是送给你爸爸妈妈的喽？是不是？啊。我看你脑袋后面是长了一个包啊，怎么回事啊？被蚊子叮了？病了呀？什么病啊？蚊子叮的包有那么大吗？哦，对，蚊子叮的包是没那么大啊。的确，那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吗？朗格汉。朗格汉，这是什么病啊？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有心愿要实现是吗？那我们把它说出来好不好？先说心愿好吗？来，上前一步，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和爸爸妈妈回一趟东北老家。来来来，有多久没回家了呀？怎么就哭了嘛？啊？让我算算啊。让你算算啊，你算算。五年？4年。4年，想家哈？好，不哭不哭不哭，我们先把爸爸妈妈请出来好吗？来，我们掌声有请爸爸妈妈。来，爸爸妈妈来了，爸爸妈妈来了。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马志强，来自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大家好，我是孩子的妈妈田欢。刚刚孩子的心愿是想回一趟老家。是的。是吧？说有4年没回家。对，因为我们是来北京带孩子来治疗嘛，经常需要住院，所以就是很久没有回家了。孩子是什么病啊？是一种罕见疾病，说起来比较绕口。朗格汉细胞一种就是恶性的增生，可以侵犯到就是类似于骨骼啊、皮肤、内脏，还有中枢系统。那会怎样呢？比如说侵犯到骨骼了，它会导致一些骨质的破坏；如果侵犯到皮肤了，会导致皮肤起一些皮疹；如果侵犯到内脏了，就是肝大脾大；如果侵犯到垂体了，有可能会引起中枢性尿崩症。这有的治吗？有的治。目前通过不停的就是住院化疗，还有一些靶向药的治疗，来控制这种疾病。什么时候发现他有这个病？我们大概孩子是2周岁多的时候，就是头部出现了一个包块。然后带他到我们当地医院啊，也看了，也说是没事儿，然后也考虑是脂肪瘤什么的。后来是引起多饮多尿的现象了，然后我们才就是到北京来那个看的，最终在首都疗养所确诊。也就是说，第一次知道这个病症的时候，你们还不了解这种病症到底是什么病？不了解，因为这个发病率比较低嘛，0.02%到0.2%之间这个发病率，而且这种疾病呢是1至3岁的发病率是最高的。我看你现在都成半个专家了。也没有，就是孩子经常生病，经常住院，对这方面要了解一点。孩子的病痛对你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影响，因为在老家吧，就是生活也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也挺好的。他一生病了，就把我们生活打乱了。对，就你们俩也没法工作了。对，因为经常去医院嘛，就没法正常的工作。其实我们也工作，就打点零工之类的。钱够用吗？钱肯定是不够用啊，但是钱不够用，日子也得照顾，也得工作。那这个老家还有谁呀？老家现在有他大爷大娘，还有他的堂哥，然后还有爷爷奶奶。4年没回家，你想家？也想家。啊，还是说在外面奔走习惯了，已经慢慢的淡了？其实刚开始来北京的时候挺不适应的，因为过习惯了家里的安逸生活了。
然后再到这北京，然后变成一个蜗居生活，然后还不停的去跑医院，然后其实经济压力是一方面，主要是心理压力也是挺大的，主要是遥遥无期的感觉。是的，以前没想着还要去打工，要蜗居租个小房子。北京住哪儿呢？东五环边通州了吧。住多大的房子呀？10平米左右吧，就是公寓的一个小房子。打什么零工呢？楼下货站，然后做点零工，还做一些就病友的疾病宣传了活动了，做一个病友组织嘛。你呢？然后来北京也是一直就照顾儿子嘛。你没干活？对，因为大了嘛，要学一些东西，然后想着现在我可以教一教他嘛。原来在北京我一直也是上班的，不上班也活不了呀，再加上孩子，然后住院也需要费用嘛。那有效果吗？治疗？2014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停药了，那时候是住了23次医院之后停药的，停药了大概1年，然后又复发了，是累计住院是40几次了。复发的那一次让你特绝望吗？停药了之后，就说明病情控制住了，治疗好了，然后又复发了，就相当于重新开始治疗。当时心里都肯定是不太好受啊，又觉得生活又回到求医，然后继续反复住院的过程，有点厌倦这种医疗生活。你大老爷们儿因为孩子的事儿哭过吗？刚开始确诊的时候，然后哭过，然后躲着他哭啊。也躲大老爷们儿吧，躲着点。然后后来复发的时候说还需要重新开始治疗的时候，平时的时候我还好了，然后主要是妈妈吧，就是妈妈哭得多。对对对，尤其是复发以后嘛。对，复发以后其实对我们打击还是蛮大的。这种病治疗起来会很痛苦吗？是，化疗后会有一些身体反应，比如说发烧了，免疫力比较低了，然后还有的时候还会有吐的现象，就是萎靡不振的那种感觉。小马同志，这4年你进医院你哭过吗？告诉叔叔哭过吗？其实他还是蛮听话的。还蛮听话。记得有一次做的是腰穿，当时我们在大人在外面哭，然后他在里边只是不像一般孩子特别就是那种大声的哭闹，然后他就是趴在那儿眼泪往下流，但是一点声都不会出。然后我们抱出来的时候，因为他毕竟小嘛，我说你要想哭你就哭嘛，然后刚要哭，后来护士阿姨来了，然后他看见护士阿姨来了，他也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然后他把眼泪又憋回去了。憋回去了，哎呦，当时我就觉得孩子真的很坚强，病生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还不如生在我们身上，觉得孩子真的很不容易。他就那个眼泪在眼眶里掉吧掉吧，他就硬忍着不掉下来啊，让这个父母啊心里特别难受，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苦难也是一笔财富吧，是吧？还好现在治疗的效果挺好，再有3个多月吧，然后就可以不用再去医院了，然后平时就是复查了，然后再就是在家口服一些靶向药和一些控制他那个尿崩症的药就可以了。他是不是经常都是喊着要回家？对，他有个堂哥嘛，比他大2岁，因为小的时候经常跟他在一起玩嘛。他在这边经常去住院出院的，还没有完完嘛。过年都没回家吗？没有，因为那时候差一点就在医院过年了，所以就特别害怕突发状况。对对对，所以不敢回家，不敢离开北京。那这次停药了，不复发了，就可以回家。对对对，头一次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个孩子他的心愿是要回家。四位老师对于这个孩子的幸福心愿的解读是什么呢？我在这儿看着啊，就是他一直在抬头看着他妈妈，就他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看过前面的这个摄像头或者我们，他一直在仰着头看他妈妈。我觉得一定能走出来，还有3个月就结束治疗了嘛，对吧？孩子就能回家了。所以我们在这儿除了能够给你们祝福之外，我还想送小朋友一个礼物，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可能不一定能够给孩子去报这种兴趣班，所以我们迎朗文化愿意送给你一个小礼物，让你跟喜欢的小朋友一起画你喜欢的画，希望你永远都能健康幸福。谢谢阿姨。我很欣赏你们全家人讲述这场突如其来灾难的态度。灾难来了，我们就坦然地去面对，去想办法去解决，没有
怨天尤人，这才是一个正常家庭的一个榜样。也希望能祝福到你们，让孩子快点好起来。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刚才赵小叶说可以给他找一家绘画机构，是吧？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他喜欢画，就让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来寻找自己的快乐，好吗？好。